我跟你讲，我等你们等超久，我还去买衣服，我还换了一套，可以吧？因为很有诚意，这房子，鬼跟我们说不好啊。来，因为两位最小队长已经走路走了很累了，所以你们两个就负责坐着享受就好了，就由女生来走健康步道，然后去做爆男生腿上的戏。哦，限时三分钟内做破十颗，就可以过。他会不会笑太开心？ 你们确定他可以吗？三分钟，三分钟十颗，确定我可以吗？哇，对，他这一年多，他们绝对要走得到下一关。那我没有帮他们过，我会怎么办？我要每分钟继续走，你就要用几秒走路。好，我三分钟，所以一百八十秒的时间，平均18秒必须要做破一。我都做，我不管你们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 破几球？18球，18球。我们只要10球就过关。啊，我球没有办法进。因为你们觉得你们的表现太好，你想要用这个来展现自我的荣誉，而且你们只用了1分30秒，所以等于是他们看不起你们。真的是谢谢你，真的，这就是太棒太棒。你们刚刚这一路走过来，我也陪了他们走了2个多钟头，他们来到这边。 花了5、6个钟头的时间，是你不会要说不如再来一次吧？不是再来一次，我是真心觉得感。